的队伍，大家应该有看到不同形态的古亭哦。刚刚呢，这个古亭呢，它是比较颜色比较鲜艳一点点，然后也有那个纯木头的，还有刚刚大家所看到的用铝做的哦。欢迎淡水天象馆。再次的感谢你们，也谢谢我们福令组的哦。什么叫福令组呢？就是呢，我们沿途呢看到大家会有拿到黄色的福令哦。这个是在跟我们刚刚所看的叫不一样哦，就是那个天丢哦。然后呢，他们呢在天丢的时候会发出这个咔咔咔的声响哦。那有时候呢比较激烈一点的话，这个竹子有可能也会断裂掉哦。哇，平安堂呢，喜乐要来祝福大家呢，能够平安喜乐哦。来感谢中坛元帅哦，现在我感谢的咱九班会的好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来恭送咱中端万岁哦。那我们知道呢，中端万岁的是咱俗称，很多小朋友不知道中端万岁是哪一位神尊哦。来，我们两侧的好朋友哦，麻烦大家哦，来可以到我们的红毯外面哦，向我们的钢管小巴来进入淡水平安寺的进站红毯来参礼哦。
影师哈，大家麻烦要推到我们的红毯外哦，麻烦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
刚刚
大家看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哦。除了呢，在外观上面呢，喜欢雕刻艺术之外，还有咱这个桥板哦，大家非跟咱的台东的钢桥是无同款的哦。现在呢，也有我们淡水平安师，我们的知识代表来代表的县清乡吼，来请求来还有咱县港吼，来地由咱县港来庇佑咱淡水平安师，咱身为龙华众地主，大家拢会当平安喜乐，合家平安大太吉。非常非常，大家呢所看来，我们这个神轿的下面那个轮胎，哦，它是软的。然后呢，大家呢所看到的那个九班，他们是用着这种用跳跃的一种方式，吼、哦，来跟咱这个九吼、哦，非常非常特别。这是呢我们刚所看到，我们大家用热情的掌声，我们这轿班会所的好朋友，好不好？非常非常的辛苦哦。沿路上呢，只要有经过庆战红毯或者是搭设香案的话，他们都必须要这样的一个参礼哦。所以呢，刚刚才跟大家说，其实在今天一整天，大家可以看到呢不同的庙会文化的展现。今天你应该是你规你整年当中跨过上多顶桥的时阵哦，所以呢也是接收到所有很多列位神尊的一个护佑哦。Thank you.